这样子应该会有人来吧。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热门美食导游，今天呢要带我的粉丝来去吃宵夜。等等，你是我粉丝吗？对啊，终于有人来，谢谢你的捧场。算是慢慢经营，缓速成长。来，我们看他的任务好不好？哎，加，手扭到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哎，等一下，他脚坏了。算了，他脚坏，不要，弹性不好。算了，不要逞强了。哎啦，脚受伤，不要。吃深夜排队美食，吃宵夜，跟我一起来吃宵夜。因为吃宵夜这个反而这个很 OK 嘛，这个比我去外木山游泳好多了。对啊，然后这边排那个哦，弄得跟流浪汉一样。吃宵夜也要看是在哪里。对，听起来好像邀请粉丝吃宵夜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对，我也觉得蛮简单。对啊，可是那个时间点又是超级晚，几点？就大概三点，凌晨三点，就是谁要来陪我吃宵夜？也有可能啊，一晨就可能会去啊。哦，可是但是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好吧？挑战，哎。邀请粉丝凌晨三点钟吃宵夜，这太为难人了吧？如果说你请客，那应该会好，很好对啊。利用就是说你来了，我送你精彩的表演啊，发挥。这样子应该会有人来吧？那个是你的照片。附赠三支精彩 live show。那个照片其实是我跟香蕉的合成照。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热门美食导游，今天呢要带我的粉丝来去吃宵夜。好可爱哦！晚上11:01哦，因为我提早了2小时来，我担心呢，到时候会没有粉丝来，担心到睡不着觉，我都怕我睡着了之后呢，会睡得太熟，然后就没有过来，做好准备哦，然后在这边睡觉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迟到了哦 ，OK 的。Hello， 大热门工作人员，哎，我提早来了，这边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休息一下？哦，没有，那这样子我没关系，我自己有带东西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啊！终于搭完了，我好像有看过。哎呦，这个帐篷我好像有看过，似曾相识。还好我带东西啊，我自己打发一下时间吧。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聊完大老二，你要玩？你要玩吗？好，分析一下。你要站在我这边啊！你们两个打快一点，我都还没看到牌。哎，不然这样子啊，我们玩那个吹牛好了。既然这么多张牌，好吧啊，我先出哦。好，1张4，2张4。啊，这么简单就被你抓到，那我不玩了。啊，才过半个小时。哦，玩好久。哎，算了，来睡觉好了。还好我有带闹钟，等下时间到了，他们应该会叫我起床。啊。珍珠，醒醒！1点了，粉丝集合时间到了，快！啊，粉丝要到了啊！粉丝，赶快！各位，1点到了，到了约定集合的时间，我来这边恭迎粉丝。今天1点吗？怎么会累？没有呀，我人也这么糟，粉丝都不来。哎，怎么电梯上没有呢？怎么可能没人？恐怖哦！最恐怖的是没人来哎，怎么没有人要来？哎。你是我粉丝吗？对啊，终于有人来。谢谢你的捧场，不然我发了这么久都没有人来。等一下，当然，看期待会不会有第二个人来。好。你平常喜欢吃什么？我大概可以带你去吃。好，我平常喜欢吃汤吧，汤很多。汤吧。天气很冷，喝汤不错。对啊。汤不错，汤营养。你看过魔王吗？
模仿？有啊，你要看现场吗？都是一场空。我是英文补充名字 Lash 熊熊的 Lash 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学好英文真的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蛮好笑的？啊，这个我其实上次试过也不怎么样。哎，那个时刚快两点嘞，还差不多19了。然后等我们2点要出发，其他粉丝还没到，这样子好，他们慢慢长大。我先带你去。好了 ，It's time to go， 给他来一盏宵夜，跟着玲珑的脚步，我们大热门美食导游出发，走走走，变形。来来来，干干干！大热门美食导游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好吃吗？还不错，没有，我觉得。真的两个人对食了。那经过我今天这样请你吃饭，你以后会请你的朋友帮我按赞吗？收我的粉丝？因为我现在粉丝团需要再加钱，麻烦你帮我转接一下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。看一下，那有空我们再一起来吃饭。哎，一个人够感动了啦，一人呢？对，15万人。只有来到来一个人，他为什么会来？现在变成我们很怀疑他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睡觉？他来的，因为我说要请他们吃饭嘛，然后就是他可能来小餐一顿，小摊，他可能也是真的支持我啦。哦，对我其实蛮多粉丝说他们想来，可是因为太远了，因为我发了文之后，然后他们都说，哎，我人在高雄，或是人在哪里，就没办法到，都完美的理由一堆。那你这一篇发文总共有几个按赞数？大概30几。啊，阿密，可是我该做的其实都做，我也连按赞都不愿意这样。我也开了直播，他既然按了赞，你就循劝追气，告诉他你一定要来。对，你就找按赞那几个，不是他们按了赞，然后都留言说，哎，没办法到。我们画面上看是一个，事实上是68个。因为那台电梯上来就装很多，对吧？上来67个吧，门开是不是开很久？对对对，他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，一直在满的人潮，满的人潮。好，来，你只有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而且那个人还是来蹭饭的。对，讲一起。我太刁难，因为那个时间点又不好。来来，这个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来15万，来，通通是假的。骗人！我以后会好好经营我的粉丝团，看点，来抓他，来，我们抓哦，来。降起来，降起来。尖尖好像来到淡水一样。